越过苦难的波澜。爸，请你救我。倔强，你是痞子吗？如五月玫瑰盛放，韩智慧真的好希望能够录取。金载元，设计一定要学。在西，我们的缘分就此画下句点吧。李德华，没有一件事可以由你做主。梁美晶，总觉得那个孩子就是我们有真。你已经来到你向往的造船厂了。浩瀚大海中坚持信念，我也很希望把从小的梦想钻井船螺旋桨用我的双手亲自制作出来。光用触感就能知道它的厚度，由心引领，记得这个感觉，你就可以克服难关，梦想起航。五月女王，8月9日，香港卫视全国独家首播。